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收看 Formosa 音乐厅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今仔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丹达甲伊的歌，说唱丹达第一集啊。丹达是恒春地区，也是咱全台湾最有代表性的民谣歌手啊。1967年，被音乐家柯湘惠甲苏玉龙介推荐，予咱全民认识了后，才来引起各界的注目。1970年代，当本土意识兴起的时阵，伊正做象征咱台湾乡土音乐的代表人物啊。可惜，在1981年，在伊要行过的大路的时阵啊，煞去予汽车给撞到，就安尼来身亡，享年76岁啊。看到月琴，唱着思乡歌，思乡歌啊，思啊你都思乡歌。对迄个乡村吵声，唱起到着家己。唱过中华新调，唱来到台北市啊喂。你弹着月琴，唱着思乡歌。感动阮大家，目屎里都点点滴。好，迄个青年男女，嘛来提着吉他，唱出心内的歌词啊喂。若搁听到思乡歌，就来想起你。思乡歌啊，思啊你都思乡歌。对迄个台北新竹，啊，唱起到着家己。唱过风狗声声，唱到乡村去找你，滴滴找啊滴滴找，永远找无你啊喂。我读大学的时啊，对着台湾传统民谣开始产生这个兴趣。我是丹达演唱会忠实的观众啊，欣赏伊的歌声，甲着歌内底的故事。1978年，我第一次去恒春拜访这位悠唱诗人丹达啊，一路车。就看到丹达坐伫湖顶内底，弹着伊心爱的月琴，唱着带着几分凄凉的思乡歌曲调啊。思啊，
耶稣啊，耶稣啊，上啊基，一那年过了啊，伊都一那年来，女啊来嘞，公敬啊，伊都。对啊，愈歹啊，你都哎呦喂，唔通嫌少啊，又过来啊，看我开啊喂，袂当过日大笑啦，目屎啊，啊喂。但家伊那亲像已经唱到一个段落休困了，我就走近伊的身边，甲伊惊一个咧，甲伊问好，阿达伯啊，来甲你访问啦。伊安那轻轻甲动一个头，也无讲半句话，继续搁弹着伊的月琴，唱着伊的歌啦。这就是丹丹。伊唱歌的时候，总是带着自信、骄傲，搁咧完全投入的精神，无啥插人啊，确实非常的吸引人啊。苏啊，苏啊，苏相机。今仔日啊。马过啊，伊都真啊刁难，唔啊通咧骨力啊吃，贫蛋啊趁啊你都哎呦喂，自己。饼啊单里头放好伊散啊，哎呦喂！啥人咧愿意啊，伊都来放啊，放啊里头，哎呦喂！看我伫遐真有耐心。丹达就请我入去伊的厝内，这个门正面的壁顶挂有神像，甲着祖先的牌位了。这个两片的壁顶，有人讲挂满了纪念照、奖牌、歌唱比赛优胜的银标，有新有旧啦，丰富佮精彩。其中上引人注目的，就是伊甲蒋经国合作会的。彩色相片，丹达强调，这是我1973年我去台北的时候，伫当时台北市长张宏禄做东的这个宴会头顶所翕的啦。迄阵吼，我也特别为蒋经国唱了几段祝伊健康康泰的诗歌啊。丹达一直把这张有历史性的相片看作一个珍贵的宝物啊！壁顶的这些纪念物，甲伊背后得意的事迹，就是丹达晚年的精神食粮了。边啊摇嘞圣地。地啊，行啊，村，大声咧传遍满山仑。透早咧唱到日啊，风啊，昏。淡淡的歌个是啊，只啊准。
国宝的等待，通啊人啊知，编词唱歌真啊真厉害，奖牌银标是满厝啊内，文化咧传承，代啊传啊代。但达幸村的人叫伊红毛达啦。1906年出生伫幸村地区。是八个囡仔中间的尾仔囝，细汉也无机会接触教育啦，伊也唔捌字，但是真有音乐甲文学的天分。伊靠着家己的努力，为模仿甲自我学习中间，培养出家己创作甲演唱的才能。自20岁开始，伊就经常被人邀请家己自编自唱，伊伫时代就伫幸村一带开始展开伊的歌艺才华。欢迎继续来收看《Formosa 音乐厅》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丹达和他的歌《说唱丹达》第一集。我曾问过丹达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弹这个乐器，怎样学唱到乡村的民谣呢？丹达说，我大兄大我20几岁了，细汉的时候，我就真崇拜着伊啦，各项代志拢听伊的啦，也嘛模仿伊，吼，伊用月琴自弹自唱，上高唱迄个牛尾盘。枕头啊！家老啊，记啊，记啊，疼啊，爸母啊。较疼咧，迄个查甫啊啊惊啊，但大个讲，平时我著观察阮大兄弹唱的这个方法，当伊去田里做工课，也是伫咧困中昼的时阵啦，我就提用伊的月琴，秘伫无人的所在啦，吼，偷偷练琴弹唱，啊，三不五时啊，我也伫咧庄内，也是讲隔壁庄啦，去观察人长辈是安怎唱，唱着各种的这个乡村民谣啦。另外，我伫12岁的时阵，我投靠着嫁到台东卑南的二姐啦，有真多乡村同乡前往台东去打拼求生存啦。真多长辈伫咧做工课用的时阵，大家就来唱着这个乡村民谣，来纾解着思乡的这个情绪啊。啊，亲像这个乡村台东调啦。思乡记啦，等等，我一点一滴来累积着弹唱乡村民谣的基础啊。
想袂台东啊，趁啊囡仔票，万人一步，哦，趁啊袂着。想袂倒转啊，啊，惊人啊笑。看破店家，好阿娘啊笑。来去啊，台东啊，阿伯啊，恁阿公，路头钱锁啊，阿妈捌阿人，希望。阿娘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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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倒来小疼痛，疼痛阮这个阿哥啊，啊，阮是出外人，这就是乡村人去后山台东花莲一带啊。求生存的心情啊！我问丹丹，因老爸老母敢有介意唱过乡村民谣？丹丹甲讲，啊，阮老爸真少啦，啊，阮老母有闲的时阵会教阮囡仔唱歌，哎，歌声哦，歌喉阁袂歹，哦，伊讲伊有外妈的遗传啦。伊甲阮老母唱真济原住民的曲调，其中有一挂曲调后来被填上这个河洛话的歌词来演唱，亲像《乡村台东调》《草蜢人家讲》等等，嘿，这拢是啦。但他少年时阵，伫日本政府所经营的台东糖厂做苦工的时阵，一工才赚六角银啊，这个工资啊，佮靠这个工资啦、啊。单单这生活经验佮感受，拢会使用这个草蜢人家讲调来给伊唱出来啊。彼时马做伊都会写工啊，查甫查某哩都真啊济啊人诶。一天六角烧菜袂振动，搁雨日头塌到一个成人啊，你都袂成啊，人啊你都哎呦喂！一天总赚你都六角钱。迄个监督伊都真高气，工课脚板啊伊都恶气气，顺线拖完伊都又减钱啊，你都那哎呦啊，你都又减钱。是安怎达达？会当甲乡村民谣唱到这么吸引人呢？伊强调讲，爱多听、多练习、多思考、多想讲，安怎样单唱才会当和别人无同款，有特色，佮吸引人呢？是安怎单单现场演唱的时阵，总是比别来歌手较感动人呢？单单用认真的态度来讲，伊讲歌声好，的歌手真多啦，哦，但是爱用拼生命精神来唱歌，才会当
真情流露，才能感动人啊。1967年被发现，佮受到音乐界佮文化界肯定了后，陈立成做台湾的新闻人物啊。1970年代，陈达成做迄个时阵台湾乡土音乐的代表人物啊。自1976年开始，陈达演出的机会不断增加，卡接行遍台湾各地，也唤起真侪人来关怀着本土音乐的文化，甲着台湾土地的情怀。所以文学家宋德来用陈达的歌做重心，用乡村的景致做铺路甲引导啦，写出到一首有景有情、有风光有人文的诗词，那是到乡村。乡村就爱落雨的时阵，大埔的山仑亲像姑娘啊的温顺。若是到乡村爱见黄昏的时阵，天边的暗云亲像姑娘啊抹水粉。是到乡村，就爱好天的时阵，出房的海船，有时西风，有时滚。若是到乡村，不免勒紧时阵，淡淡的歌若唱起，只是小阮的幽梦。简单的歌若唱起，只是小阮的幽梦。单单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，有讲不完的故事了。单单是一位民间文学的创作者，也是一个歌唱家啦，有挖不完的音乐文化的宝物。时间的关系，今仔日咱就暂时讲到这，以后咱就继续来分享着说唱单单的第二集。欢迎后礼拜同这个时间继续来收看 Formosa 音乐厅，声声拢好听。